动识别与采集技术。欢迎各位同学走进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微课堂，我是郑乔芳老师。今天由我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自动识别与采集技术的基础框架。自动识别与采集技术的概念，自动识别与采集技术就是应用一定的识别装置，通过被识别的物品和识别装置之间的接近活动，自动地获取被识别物品的相关信息，并提供给后台计算机处理系统来完成相关后续处理的一种技术。总的来说，自动识别与采集技术是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综合性科学技术，是信息数据自动识读、自动输入计算机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主要包括三部分：自动识别系统、中间件或接口、应用软件系统。那么自动识别与采集技术具体包含哪些技术呢？自动识别与采集技术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数据采集技术，二是特征提取技术。数据采集技术需要被识别物体具有特定的识别载体，而特征提取技术则是根据被识别物体本身的行为特征来完成数据的自动采集。数据采集技术目前常用的数据采集技术有条码技术、射频技术、卡技术、光学字符识别技术等。条码技术、射频识别技术主要用于商品和供应链物品信息的自动采集与识别，比如带有温度、湿度传感器的 RFID 标签在冷链中对商品的自动识别与实时监控。特征提取技术主要包括视频识别和生物识别两类，其中人脸识别、声音识别、指纹识别、虹膜识别、视网膜识别都属于生物识别。特征提取技术，对于特征提取技术，由于生物特征的不同，在唯一性、永久性、准确性、可接受性、防伪性等方面的性能各有千秋。其中人脸识别技术虽然准确性低、防伪性能低，但由于可接受性和信息采集性高而被较广泛应用。特征提取技术，对于特征提取技术，视频识别也是一种重要的特征提取技术，包括前端视频信息的采集与传输、中间的视频检测和后端的分析处理三个环节。视频识别可以应用在冷链物流身份识别方面，如车牌号和车辆类型识别、船只识别、红绿灯识别等，也可用于人员或货物的活动轨迹识别方面，如虚拟警戒线、虚拟警戒线区域、智能跟踪、人数统计、车流统计、物体出现和消失、人员突然奔跑、人员突然聚焦等。此外，视频识别在环境判断补偿方面也有很好的应用，比如雨雪、大雾等恶劣天气、夜间低照度、摄像头遮挡或偏移、摄像头抖动等不影响识别。特征提取技术，如图所示的视频识别应用环节主要包括车辆识别、移动侦测、交通流量控制、人脸识别、视频监控、非法滞留等。与特征提取技术相比，信息采集技术的准确度和可靠性更高，速度更快，因而在冷链物流中被广泛应用，例如条码技术、射频技术、磁卡 IC 卡等。尤其是射频技术，由于具有多标签同时识读的优势，大大提高了自动识别的速度，在供应链物流中有广泛的应用。不同的识别技术信息载体所承载信息量、读写性能、读写方式、智能化程度、环境适应性、识别速度、读取距离、成本等参数均有一定的差异。同学们应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选择不同的自动识别技术。自动识别与采集技术与冷链物流。冷链物流管理促进了自动识别技术的发展。自动识别技术奠定了冷链物流管理信息化的基础。可以说，自动识别技术使得冷链物流管理的现代化得以实现。实现了精准冷链物流管理，让我们看一个实际案例。
识别与采集技术与冷链物流。对于生鲜冷冻产品，无论在装卸搬运、仓库贮藏、运输配送、变更运输方式、更换产品包装等各环节，安全性和新鲜度都至关重要。因此，使产品始终处于规定的温度范围是冷链物流的必然要求。射频技术与温度传感器集成后，可以跟踪冷链产品的全过程，并监控温度变化。数据的自动获取可以简化运输、储存等冷链物流作业的流程，缩短各环节交接时间，降低成本。温度变化的监控可以保证物流环节的货物环境控制，从而降低货物腐坏、变质，提高安全性。RFID 技术实现跟踪与记录物流的全过程，可以溯本追源、判明责任，减少冷链物流各环节的经济纠纷。自动识别与采集技术与冷链物流具体应用包括以下五个步骤。步骤一，生鲜或制药企业在生产车间安装温湿度监控系统，监控食品加工包装过程的环境条件。包装结束后，在每个包装上粘贴一个 RFID 温度标签，并向 RFID 标签内写入相关信息，包括加工工艺、日期、添加剂的使用、食品重量、等级、保质期等信息，以便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进行追溯。步骤二，在装有 RFID 阅读器的冷链仓库，当贴有标签的货物进入感应区域时，阅读器可以远距离同时识别多个标签，并将识别到的标签信息通过网络上传到仓储管理系统。仓储管理系统把货物数量、种类等信息与入库计划进行核对，判断是否有误。同时，系统也会对标签内记录的温度信息进行获取并分析，判断货物的物流过程是否安全。货物检测合格后，将合格货物的收货时间及数量等信息自动录入系统数据库。仓储管理系统根据仓位信息安排货架位置，计算货物入库搬移距离，并跟踪货物，确保货物放入正确位置。货物上架后，温度标签按照预定设置周期性的记录测量到的温度，并将温度数据通过阅读器传递给仓库管理系统，方便实时监控。出库时，同样由 RFID 阅读器读取产品包装上的标签，由仓储管理系统与出库计划进行比较，记录出库时间和数量。冷链运输过程中，货物包装上配备的温度标签按照一定的时间间隔检测记录实际温度，利用车上安装的 RFID 读写器进行标签数据的读取，通常要借助 GPRS、GPS、GIS 等技术，将标签信息和位置信息自动上传到系统监控平台。在运输过程中，如果出现温度异常，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提醒运输人员迅速采取补救措施，避免人为疏忽导致的断链风险。步骤四，零售商可利用 RFID 阅读器获取准确的送货信息。货物到达后，RFID 阅读器自动读取标签信息，与进货计划相比对核算，同时分析货物温度的变化信息，判断货物质量状况，再决定是否收货，使检验工作变得高效。在零售店或医院安装配套 RFID 阅读器，实时监控物品的温度，能防止温度异常导致的损失。 RFID 温度标签还可对具有时效性的商品进行有效期监控，一旦超过了有效期，标签就会发出报警，避免导致投诉。步骤五，由于商品标签上贴有 RFID 标签，当消费者携带相关商品通过 RFID 阅读器通道时，阅读器可以一次性辨认出购物车中的商品种类、数量、有效期、安全性等信息，并在电脑端显示，确保购买商品的质量，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同学们，这节课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期待同学们的下次聆听，再见。